不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嘛，第78天。哎呀，瞪眼，先吧，等他落地。哎，没接上，这能失误？找你，呼噜噜噜转圈圈，小看我太子妃可还行？再来，再升天，你接不了，猴子压下来。来瞪眼，我这一套虎拳带不走吧？哎，我也接不了，害怕，着急了，我怎么把大招给按了？这个傻灯，我怎么把大招给按了？幸好，先不着急，走，瞪眼，走你，飞段，是不是很惊讶？没想到被太子妃带走吧？小看太子妃可还行？走过去，通灵顶，你干啥？我抓你，他妈还没到。对方已经祭出了和解之印，我不着急，我稳一点打。太极八卦连环掌，再来升天，不会掉，应该不会掉。哎，掉了，很不稳，没办法。我虽然很嘚瑟，但是我通灵没了。靠通灵王打出来的优势，纯靠通灵王打出来的优势。嗨，这一期视频发的时候，应该那个鹰大鹰都该出来了。他那个，嗨，最近大鹰这一段闹得可厉害了。反正我现在券也没多少，可能我朋友用券应该能把它搞出来吧。抽不抽先另说。吐一口火，邪轮眼，不着急放哈，走，再来，极少数我能用长门的大招杀人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